熊猫宝宝很像人类小朋友，幻彩跟着奶妈要苹果，奶妈给了他一块。文静一看有好吃的，马上就跑了过来，冲到奶妈面前，也领了一块小苹果。奶妈又给他拿了一块，让他拿着，他还不要，奶妈就放到了他的腿上。奶妈又给了幻彩一块，然后去找嘉欣。奶妈又回来了，一小块给幻彩，一块给文静，又给幻彩一块。他用小手握着，好像个小人。奶妈坐在石头上，看着大家吃。北辰也跑过来了。跟奶妈要小苹果。奶妈给每只小熊都分了两块。轮到文静的时候，让她坐正了吃。然后去找嘉欣，回来后又给每只小熊分了一块。他们好像小朋友，太可爱了。